次生活中心，你们的行为严重威胁我们的安全，现向你提出严重警告。轰炸机是航空兵实施空中突击的主要装备。在外交上抗议100次，其实不如你轰炸机摇一摇你的翅膀。期待有一天我自己能够见证和驾驭新一代的作战平台，我相信这一天它很快就会到来。